甲骨雕 W 大货对比。今天收到了来自 C 的首款 KO 甲骨雕 W 的大货版，听厂方表示大货版与之前样品件又做出了部分的修改，就让咱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造型与漆面，跟之前展示过的样品件没什么分别。已知修正过的地方有手臂处的分模线与水口，可以看出分模线没有了，水口也变得更加小，然后就是修正了披风连接松动问题，这次增强了主体与披风连接稳定性，减少了之前布局的问题。除了这两处之外，我还发现腰带处也不再松动，不再容易一劈的那么开了，而手部的连接件外露面积更少，前面展示的就是在本体上的修正了，而这次在价格上也得到了修正，由279修正为229，据说之前预定的也会受到修正。那么我今天就又水一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款新品模型见。